者许立群台北报道，歌手张惠妹阿妹今晚现身台北市政府前广场，为明晚2019台北最嗨新年城跨年演出彩排。现场因飘着小雨且温度偏低，张惠妹全身包紧紧现身，除了自身保暖以外，她不也不忘为台前提前一日来卡位的观众暖心喊话，要大家注意保暖。张惠妹冒雨彩排图记者李玉康社，张惠妹的经纪人陈振川表示，张惠妹为了跨年演出准备了4套服装，且连续2天与乐队彩排，发现表演内容超时，但又舍不得删歌，所以连广告时间都排满了表演。她不断提醒乐手和歌迷要做好保暖与防雨。连续2年都在气象预报的当年最低温户外开场，现在工作人员笑说，她已经从大阳之女升华成寒流女王。张惠妹全身包，紧紧不忘提醒民众注意保暖。图记者李玉康社，回违3年再度现身台北跨年的张惠妹诚意十足。